是算字母吗？啊，我就我觉得盖的蛮棒的，快成熟了哎、欸，蜜桃吗？哎、欸，小麦，放大要成熟了吗？好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。我也可以加入要多久的行列了？哇，这个真的好玩！嘿嘿，要多久？要多久？哇，要多久？要多久？多一辈子也盖不完这东西啊！可以啊，巧克力，可以啦！相信你啦！我会放在哪里？你还有两个角色啊！我的妈呀，两个角色。哦、超难的、欸，我真是。你还有两个角色哦、喔，没有，你只要盖出主角差不多就可以了。你一定是被陷害了吧？其他都是虾兵蟹将啊，如果盖错了是不是，大家都没听过的人。嗯。哎呦，哎、欸，那个蛋在哪里？要在崔博啊。你不会盖什么关公过五关斩六将？没有，那可能不止两个人哦。没有才。不是，那也不用盖那个六个将，你就随便长一个样也不会没差，有没有？斩六将你就斩六个小黑人。有小黑人，现在要那个传授小黑人的秘密。我就这样了。啊，是我。哇哇！哎、欸，皮亚现在才改完成地板。我要！啊 ！Oh my god！ 剩你了，剩你了！等一下，我快好了！我的下家，请你无视地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有人就最久就是一千哦，不可以超过一千哦。一千会自爆哦。对啊，现在八八了，快要八八六了。八八六，六五六。等我快好，真的，我要的那个盖房。我盖的会不会有人猜繁星啊？嗯，你是用黄色衣服是不是啊？我用橘色头。橘色，可以了吧？哦，可以啊，按下去。可以啦，九阴身啦。完了，越盖越像别的东西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呦。哎呦，这我可能知道繁星吧？这什么？这什么啦？这个 bug， 你在干嘛啦？你无视地板，你看着就好。什么？哎，你飞，我有可能会懂你。这地板超不舒服啊！你干嘛？我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哥啊？这什么？谁啊？你干嘛啦？那个地板变十一个字吗？菜也要十一个字吗？对对对，菜要上面按钮就变这样了。路人。为什么要写个 YY 啊 P？ 那是撞生词。你那个下面是啊啊，我在干嘛啦？知道吗？看起来那个按钮不要提它，无视啊。哇，无法无视啊！它看起来还蛮有艺术感的。这个是什么？随着你身体的移动，还会有不同的。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峰哥在干谁啊？什么啊？这什么啦？这是人？这是谁？我的妈呀！这什么东西？啊！我可不可以再翻新啊？不行啊！为什么会有人把建筑手册贴在墙上？哎，原来你是我下一家。什么东西啊？可以啊！哦，你在干嘛啦？要多久？我也觉得应该是看不懂啦。谁啦？六七八九十。我要是一个字。好好，我知道。有用用，十一可以。字怎么见脏？哎、欸，好像太多了。等一下啊，我想一想。反正他这个应该就是那个，我就随便猜一些。我觉得我猜得很棒，猜不出来。哎、欸，十二个字啊，对不起啊。看这个没错。这样可以吧？
过往的列表啊，八九。哇，爆字数了啦，聪明啊！我看一下怎么打。七八九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好了好了，这样了，少一个字。啊，没差啦，这个。我到底在猜什么鬼啦？好，我只要找一个四个字的就可以了。刚刚好四个字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吧？这样就这样好了。是对吗 ？OK。你这我绝对帮你猜的超棒。Oh. 啊，就是你了。好。好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报告不懂你呀、啊。真的搞不好人可以传承到最后，传不了，传不了。完美，完美，完美。你们说要改字是不是？有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啊，这个是世界最高的啊，虽然它盖得很矮啊。哎、欸，来不及改了。这里是哪里？哇哇，不是啊你哎，科伊布拉给你的人名呢？不是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呀、啊。人名呢？人名呢？哎，我怎么没有看？你这是什么历史人物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历史人物不见了。哦，可不可以补充一下，这是外国的吗？完了，来不及改了。完了，没有历史人物。完了，你就改外国人吧。太好笑了，这是要怎样啊？这个人我要怎么看呢？这么好的历史人物呢？满头问号啦！怎么只有四件？哈哈，只有四件，都去哪了？这叫做填空题。谁做了这件事？赶快猜！猜谁？是谁？考试的部分，你谁啊？怎么？感谢摩地去订阅，感谢节操去订。这根本就是虚构故事吧！真气噗噗了，气噗噗有没有？气噗噗，气死我了！开始怀疑了。哦，气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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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是谁？我努力还原我看到的东西。有地板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尾巴、欸。感谢火火的月。有尾巴哎、欸！这么多人知道是他吗？该啦。怎么知道是他、啊？我觉得蜜蜂能猜到也很溜哎、欸。我们布拉哥。哎呀，你看到峰哥盖的脸，我怎么猜呀、啊？哎，我盖的很棒哎、欸，观众都说棒哎、欸。开始往下的。真的是猜不出来就怪别人哦！现在流行这样是不是？这个我也没听过哦。努力还原。好，就可以了。这个好。
完美完美啊，合体，这样合体。对吧？那这样合体吧。人有办法盖出来吗？可以啊。那个人我已经有点想变成那种柯南的小黑人之类的。犯人的本。柯南的犯人有没有？是黄种人就盖黄色，是白人就盖黄色。已经放弃了。合理。我看一下这个名字，太难了吧？哇！小快，你怎么猜出这个人名了？妈，你说我吗？是不是很厉害？哎，拜托、啊。不是这个，我 ，Oh my god！ 我说好说，我自己有时候都很佩服我自己。Oh my god！ 他的腿啊，对，就算盖出人，他们也会猜另外一个人，信不信？没有，你去 Google， 他的特色就是他是最高的，好吧，最高的。也不会知道啊，我让盖所有人出来，然后展示他是最高的。用那个，哎、欸，超级人，好了，完成。你飞机自动六六六，哎，超快的，你不在认真盖啊？别怕、欸。我都盖得这么随便，都没有超越你们。哎呦，后续事情还要盖哦。他皮肤很黑是不是？可是啊、小黑人，你不要学习哦。可是不要学坏，不要学坏，我就那个就是。我只有那个著作权的、啊，还是我用红色？要收费的，要收费的。嗯、啊，我用红色好了，可能会有一点血腥。来变小红人。哟。好了，好开心哦、喔，好有冲击。完蛋，我又盖出邪神像了。每一个都邪神像。问他。我也快不行了。喵。喵。我说大喊那个一样是不是？好。偶尔正常。甜美。先按下去哦，这个不用。我觉得这样可以。我相信秋风的。哇！你不要自己盖不好就在那边说相信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盖得很棒啊。好啦，这样可以啦。我出去，我决定不要盖人。不会要剩我了吧？还有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圈圈要画、啊。来了啦，生气。酷。想要在那边转一圈哎。繁星，你要爆炸、哦、是黑的。啊？怎么要爆炸了？你要保重，你要爆炸了。我觉得繁星来骂我。干嘛骂你啊？你那里看了就知道。哦，好难。想不出来哦。有没有特有感觉啊？这个是螃蟹。完了！我觉得这个真的不行。你
来更奇怪，怎么办？口爷不拉哥，怎么了？好了，我圈圈画完了，等一下，圈圈画完了。这个真的，我又没好了。这是什么？你被冲杀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你在干什么啦？哦，这个太简单了，这个很好猜。你在这什么？你那个脸是重点。脸是重点，我一个人的脸长。哎，皮人嘞？不，他叫那个啦。什么啦？不是他的标志啊。人呢？不是。为什么你盖了一个现代人？你只是盖个建筑物，你的事件跟人呢？那个盖出来有十种选择让你猜，真的。九个，还要再多说两个吗？盖跟没有盖是一样。这王中刚想法。我跟你讲，他的名字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，你不用给我提示。错的都是你害的。哦，真的连我都没有听过啊！我的妈呀，此刻我都没教人啊！口爷不拉哥，我查一下，这个就长得。